看来还是真恐龙更厉害一些。今天带来的呢是星际暴龙战车魔方变形的玩具，霸王龙甲龙合体。哦，即将还是珍藏版，里面的玩具呢是豪华电镀，金灿灿的。天哪，他们合体后的样子也太酷了，还有一把动能麦格农。里面有两个收纳盒，我们先来看这个蓝色的。哇哦，这也太闪了吧，嘟嘟嘟，全身都是金灿灿的。咦，快看，它有两只眼睛，这边也有，那会是哪只恐龙呢？变形一下，这两个部分好像是它的手臂，翻转一下，这样看起来就顺眼多了。这是他肩膀上的炮弹，可以远程攻击。头部在哪里呢？咦，这里居然可以打开。哇，天哪，头部居然藏在这里面，翻转出来。好啦，霸王龙的上半身就变形成功了，他的眼睛部分呢变成了他的手臂，这里好像他的爪子。头部就非常厉害了，居然还可以翻转藏在里面。再来看这个红色的，这也太明显了，一看就是它的下半身。来吧，我们开始变。行，成功。这个看不出来哪里像甲龙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能看出来吗？小朋友们看，霸王龙的下面呢有一个卡扣，对准甲龙的部分，叮叮叮，将它们扣紧，这样就变形成功了。哇，小朋友们快看，居然还有豪华夜光版，那我们下期继续拆，拜拜。